各位看官，小人今天讲的是四方馆的故事。这是一部讲述古代外交风云的职场轻喜剧。这四方馆有这么一群人，有八面玲珑的圆墨，俏皮机敏的麻术，铁骨铮铮的王国武，率性正直的痴华，和一群千人千面。来往各位，请细听我说。嘿，所谓慢工出细活，这东西好不好得看用不用心。他们一丝不苟，反复推敲，他们八面玲珑，兢兢业业。动起来，动动动！只有大家在乎，才能把这个系统经过真真正正的四方馆。我们肯定是很用心的，每一个都会有点小调整。打起来就是打了，震惊的那个程度现在还差一点。你有什么冲我来，所有的点必须卡到严丝合缝，这个戏才特别好看。谁曾想天下有不测风云，本就是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表情态度带来情绪，我怎么去面对没有你的生活呀？会不会太高了这个事情？他们的故事精不精彩，我们个人心中自有评出。统圣如传，歌泽四方，来，三二一，小馆连天地，少年走四方，四方馆杀进大厅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。